OK，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你这个开麦。Hello，下午好，来，欢迎大家收看《表弟好主意》啊，现场烹饪节目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做年菜啊，会有两种。鱼翅，但是我们鱼翅都是用素食的啊，素鱼翅啊。OK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桂花翅啊，然后第二个是蟹王翅啊，就是蟹肉加鱼翅啊。当然你们可以用真的鱼翅啦，我们是用假的鱼翅啊。来帮我们分享，谢谢啊，来 like and share，thank you，谢谢你。下雨天啊，我这里怕打雷，打雷了就断线了。来，Coco，谢谢50个欣赏，谢谢你。所以我们会做两个款式，然后你们可以参考啊，蔡新年。他切花骨片。那花菇太大力啊！你是要切丝是吧？太厚啊！我觉得这个减肥可以吃啊！新加坡这里热到不行啊！我这里下大雨，TOO 啊！天黑黑啦，下大雨啊！我这里刚才打雷断线一次啊！我希望应该没有这样大雷了啦！我希望顺顺利利啊！直播完啊！来，谢谢分享，谢谢分享。来，今天这本来是很快的，很快，然后你开麦一下，表弟，表弟讲今天可能会很快啊，本来是很快的，所以我加多一样菜嘛。OK，表弟讲一样菜不够挑战两样菜啊，对不对？太快了，然后你们呱呱叫，没有，我们没有人呱呱叫，会放假了，很开心啊。OK，来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食材有准备的是什么吗？OK，我们等一下先。好，这个是假鱼翅啊，来给大家看看假鱼翅，哪里买到假鱼翅？可以买得到啊，外面都可以买得到。假鱼翅哪里买？就是国手地都有的卖的。国手地有卖假鱼翅啊，其实它是用我们做冬粉来的噻。不懂它是，他也不懂。不懂我们这个是假绿豆来做的。绿豆啊，假鱼翅啊，那个口感是跟鱼翅一样的话，我其实不介意哦。其实这个在日本餐厅啊，也是我们有时是熟悉啊，它也有一种鱼翅啊，那个是真的鱼翅，没有假鱼翅，也是假鱼翅啊。OK， 来，我们用的是假的鱼翅啊，是素食版的鱼翅。然后我们少不了的就是芽菜，但是我们去头去尾啊，就变成银芽。银芽，对。耶。这鱼翅是谢谢公开分享。这鱼翅是去年买的哦，去年买的。啊？去年买的可以放这么久啊？借冰啊，没问题。来，下午好，来啊！谢谢支持，谢谢支持。Fat shark fin 啊，mat。哦，完了！假鱼翅是怎么做什么啊？是怎么做的？旅游做怎么弄啊？应该是绿豆。表弟说是绿豆啊。那假的鱼翅来了，结冰了是吗？那放血会放很久啊。Hello， 你们好啊 ，Thank you。我这里下很大雨啊。我们拿一点假的鱼翅上来。做桂花翅。桂花翅啊，是人工鱼翅啊，对呀、啊。记得帮我们分享哦，点赞啦、啊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感恩大家，因为他结冰啦、啊，他放在那个结冰那一边啊，所以还没有用啊。
哦，进水这样。啊，分享了，谢谢分享，感恩有你们 ，Thank you。分享上次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假一次，可以用冬粉来代替吗？都可以啦，冬粉都可以啊，我觉得。冬粉都可以了，但是容易买到了啦，是假一次。嗯，对对对。你可以用选择用冬粉啊，我又觉得口感的方面可能会差点，不那么准啊。啊，表弟大家下午好，可以看到两个月表弟没有直播了，可以看到两个月表弟没有直播，九点也是没有直播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两个月没有看到表弟是吧？两个月没看到。我们到现在还没有 skip 过啊，每一天天都做直播啊。做了今天是第七。但是表弟这么多直播里面有两场没有出席啊。就是那天做那个。你看，还是深夜厨房不是我的。Hello。哎，这是包菜啊。包菜取出几片啊？来洗一下。不是，这个生菜。生菜啦。海鲜生菜啊。生菜我们是主要是生菜是要做来做那个什么呢？桂花翅是吧？桂花翅。外面那个碟有没有？没有买过假鱼翅啊，你可以去果子里买一下。哦，碟。很卡，你要切下你家里的网线啊，所以我们要剪开它。就是来装什么？装什么？鸡蛋。哎呀，鱼翅要怎么处理啊？鱼翅怎么处理？啊？这假鱼翅不用处理啊，买回来就这样。假鱼翅不用处理，他是说如果是真的鱼翅呢？真的鱼翅是如果买了三次，那就也是不用处理了，就是来三的次是不用处理啊，除非你是整块的鱼翅啊。很卡，不要少帮我看一下会卡不卡。那么带个碟啊，我带个碟，带碟碟不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剪，就是剪一下那个生菜啊。有没有是等一下我们的、那个、卡着了？那么严重吗？就是，我看到现在没有问题啊，我看一下我那些没问题啊，我上网，我上网真的没问题啊。OK， 他们剪生菜啊，这浸泡了，然后来剪几片啊。Thank you for all the marvelous idea in your cooking. Thank you, cooking skill. 谢谢你常常来支持我们啊。然后再把它转开就。我们这是准备，这个是拿来放，装那个。OK， 我们就是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它是来要装上去的啦，等一下。谢谢分享来。啊，很多人办年货啦，今天很多人大扫除啦。今天是大扫除天啊。不懂哦，我是看很多人做大扫除啊。好，今天你买一个手表不便宜哦。便宜啦。嗯。啊。你的六倍的价钱呢、啊？除六的六倍，除六，米奇是否拿花红？所以买了新手表还没有啊？要等老板出花红了。假鱼翅贵吗？你买多少钱？不懂哎，我忘记了。啊，上一年买的好像是。贵了啊！你可以碰大广一点，大片一点。那么有些你到顾客，你就可以放两片在那下去。OK， 那是剪它的生菜啊，剪成这样子啦。就是等下我们炒上来的是不是？它要放在那边了、啊，就可以。这是素食用的素鱼翅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在果子里有卖啊，去果子里买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们再来。它放九片在那边了、啊，是吧、嗯？今天的 Facebook 直播全部都很卡，哎，对呀、啊，今天 Facebook 有一段时间有问题啊。有问题，今天有问题。今天这 Facebook 有问题啊，
刚才看信息说世界的 Facebook 的问题，有 IG Facebook WhatsApp 都有问题啊，同一个时间一下子爆了，但是它维持大概半个小时吧，它有见吗？ OK， 来，这个是我们的桂花刺身，嗯，我们打四粒了，四粒蛋，一直断线啊，恐怕不能顺利看完了，冷一下，可以看素鱼翅吗？它的素鱼翅就是一个包装这样子了，但是它包装去掉了，素鱼翅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哪一部分上来？哪一部分的那一次在这里？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会卡。如果你觉得卡，是今天的面子书的问题啊。今天的面子书 ，IG 也好 ，WhatsApp 也好，啊，刚才是瘫痪了，不是卡，是瘫痪了，走不到啊。现在 OK 了。可能你在外区啊，可能还会卡啊。对啊，新年快乐！还有5天就新年了吧？嗯，我们几时回去？礼拜天啊？哎，礼拜天是……我有这个火要……你这个要换了啦，你这个有问题了啦。礼拜天是28还是29？连28。28，这样找回去啊？这样找回去啊？什么叫假鱼翅啊？我们就是用素丝来做的，人造鱼翅啊！啊，你今天没拿花吗 ？OK， 我们来，我们看看一下啊，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是蟹柳啊，来蟹柳，蟹柳这个蟹柳蛮好吃下，今天我这个蟹柳也是假的，我告诉你，它不是完全是蟹肉味的，是吧？你可以买这个牌子哦，这个我没有制作的。这种是真的是蟹柳啊，真的、啊，这个好吃，这是真的是螃蟹肉味啦。不是蟹柳，这种是就是属于加工食品来了，放个面粉啊那种。买素鱼翅要15块啊。这个是好吃啊，这个好吃。那么我们来我们炒一个说我们这个蟹柳是吧？蟹柳和那个花菇，冬菇啊。这个葱萝卜丝，萝卜丝，青葱2颗。OK， 来，我们放在四粒蛋里面呢、啊，里面有四粒蛋啊。对。所以我们有放青葱、萝卜丝。我蟹柳放下去。你要多少你喜欢啊？蟹柳肉。对，蟹柳。OK。然后菇类了。菇我稍微炒一下，不然有水。菇不要放进去啊。OK， 菇分开炒啊。芽菜我们最后才炒下了，芽菜很快熟，所以hold一下。哎，那么这个，对，今天的线不好啊，所以人数啊起不到嘞。这个你可以一次给我放下去也可以了。OK， 来给我们浸泡的素鱼翅啊，这边拿一点上来。这是炒啊，真的是很像真的哦，桂花翅啊，桂花翅啊。来，这锅下油啊！大家下午好啊，欢迎光临啊！来，如果用真的蟹肉丝啊，要如何来处理和腌制？蟹肉你螃蟹肉呀、啊？如果是真的螃蟹肉的话呢，第一个你是买血肠还是什么？如果是新鲜的，就很容易的就扒它的肉，扒到它丝丝就可以啦、啊。那么如果是不要尽量不要吃啦，有一块块啦、哦。那么如果是血肠的话呢，那么你就建议拿去放一个葱啊，放一点那个料酒，去蒸它，蒸一下、啊，把那个味道啊，那腥味啊，蒸掉它。今天也刚好买了，然后才显上来，500克25块、啊，全部都是假的，真的在当店啊。对呀、啊，蟹柳都是假肉啊，假的都喂。隔壁的炉要煮什么？那个煮什么？要用香油来的。香油啊，泡用香油来，简单的泡。真的，如果你真的用真的蟹柳肉啊，哇，我看你要多少钱买那个蟹柳肉？你去可以去买那个北海道螃蟹啊，那冰冰。来，我们的菇啊，切片啊，切片来爆香下。然后你要多少你喜欢啊？来，帮忙好了，帮我们分享啦。今天线不好啊，多。炒这个我是只要稍微炒一下啦，因为它有水分嘛，炒它一下啦。
和我们炒上来一点点咯。啊，那菇很容易啦，就是切片啊，然后放点油，来爆炒一下。来，你下锅。你们的烘套在哪里？啊，焦化菇让鸡卵美啊。我是鸡卵人啊。谢谢分享，来。现在我们煮了这个桂花刺鲜，好了，桂花刺我们才来做那个蟹王鱼翅。啊，桂花刺有两种啊，有时我们今天做出来呢，当然你可以直接炒出来放在碗里面扣上来，啊，也是可以。当然你可以直接炒上来呢，啊，那桂花刺以前过去我们就是有两种。第一个，你就炒上来放在碗里面，嗯，放在倒在那个叶里面，整个桂花刺上去。啊，那么呢，另外给一个生菜，啊，也就是拿生菜来包也是可以。当然，你要直接煮来这里直接放下去也是可以啊。OK， 直接这样放在生菜上啊。啊，放在生菜也是可以。对。那如果你认为好看的话，就放在扣在那碗哦。OK。可能我突然间要扣在碗。OK。啊，过这样玩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有，还是要生菜了哦。下午好，刚才 Facebook hang 着。对呀、啊，来 Facebook 有问题啊。来，我们这里放了少许的胡椒粉，少许胡椒粉，来少许的胡椒粉啊。嗯，我也是鸡卵的啊。你好，少许的胡椒粉啊。就是那个退一退一，这个我们就放。OK， 来菇也放进去了。嗯。今天大表弟大破戒啊，煮桂花刺啊，阿弥陀佛。它是素食的鱼翅啦，素食者都可以吃啊。这个，但是表弟每天煮鸡啊、猪啊、羊啊、牛啊，哎，也是阿弥陀佛。来，刚才是放少许的胡椒粉，然后这个是半茶匙的鸡精粉啊。对对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三分之一茶匙的盐。三分之一茶匙的盐啊。表弟没去笑我，恭喜发财！来，恭喜发财，谢谢你。卡卡，请耐心啦，因为卡卡是因为今天的 Facebook 啊有问题啊。昨天今天煮的，昨天的表弟浇的汤啊，非常好喝啊。哇，那汤就真的一流。他的汤啊，你要慢慢去品尝啊。如果重口味的呢，吃不出它的味道啊。没有啦，你盐放多一点，就是咸咯。那重口味是放。那夜里有什么？材料啊，但这里有菇哦，我们有那个有什么四粒蛋啊？四粒蛋、香菇、蟹柳啊，嗯、啊、青葱、萝卜丝啊，这里太卡了。哎，米奇新年要包红包给父母啊，那每年都有包啊。赞美，马来文叫什么？赞美啊 ，C H A M E K， 赞美。蟹肉一包是一块，这个蟹柳不错，这个蟹柳好吃。等下可能我会放完，煮完它。OK， 我们锅热啊，热锅、哦。好，热锅。Candy Fun， 谢谢50个欣赏来。啊，还有过多几天就新年了啦。Mickey Lim, want to buy the A5 beef 2 set each like the day I order. 还有卖 A5 牛吗？有，你可以联络我。啊，昨天你 PM 表弟啊。啊，我也是要买啊，因为他说最新来的这货不错了。啊，你私信表弟啊。我要买两个 block 回去。表弟有长期卖 A5 牛吗？你们可以私信他。嗯。但是 A5 牛啊，虽然好吃啊，但是唯一一个太多脂肪了哈。它的脂肪太多啊，很油哦，整个厨房你煮的时候、哦、煎哦，一煎哦，整个厨房油哦。给来热锅来，这是桂花刺炒蛋是吧？嗯，桂花炒蛋，桂花就是蛋的意思啊。桂花是一个花来的，桂花用蛋来做的花啦。嗯。
你要汁好吗？给我去汁上来。生菜啊。我这样你。Like very bad 嘞。啊，不管我们是啊，今天是面子输的问题啊。啊，如果今天你们下午大概四点这个时间啊。三点半到四点左右啊。那很玻璃哦。Yeah, extreme oily 啊。对。够力啊，它还是因为脂肪够多啊，所以它才会入口即化啊，那种感觉啊。来，我们把倒下去，来，这是我们的桂花醋啊，全部放入进去啊。来，放点油。今天很卡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先抱歉啊，今天是面子输的问题啊。啊，刚才我们 KL 啊， KL 真的是很烂啊，现在是外周啊，我觉得是外周啊。表弟几时收工啊？没有收工啊，在他的字典里没有收工。啊，桂花是就是这样子一直搅一直搅一直搅啊，像桂花一粒粒嘛。哎，现在换起筷子了，啊，现在很慢是吧？马来西亚的面子书这里有问题啊，今天我完全进不到飞速啊。来，我们放我们的鱼啊，菜豆哎，我们的芽菜啊，芽菜是去头去尾的，叫银芽。干炒啊！喂，你轻轻锵锵啊！谢谢分享啦，谢谢支持啦，嗯。我有两种做法，你可以这样的，就是盖着。我放在那个碗那边。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，OK， 好像是做炒饭这样子啦，盖到它满满在一个碗里面，然后靠下去你的碟那边，你就很漂亮啊、哦。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谢谢支持啊。虽然现不怎么理想啊，啊，这是我们控制不了啦。OK。I off my iPad and on again 啊，不卡的。这样大家也可以试下，出去再进来一下。Okay, 你们就是这个，好，也就是。How to order light hang 啊？等一下、啊，你 try 一下 reconnect 一下，因为真的线不是真的是问题啊。表弟可以加大葱吗？可以的，如果你要。那我们放生菜垫底啊。你要生菜在底部。吃进来，请问蛋液里面有什么料？我们有那个萝卜丝、青葱丝 ，OK。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应该蟹柳肉啊，蟹肉啊，不是蟹柳肉啊，还有一个素鱼翅啊。没有，我说这两个做法一个可以这样做，素鱼翅。要等下拿出来，打开看。就是我们的你看它有那个鱼翅啊，素鱼翅的。嗯。给来。没有那个是你的挥发器，你可以直接包啊。当然你可以。Just simply reload your paste 啊。炒上来的、okay. 一汤匙放在这里，等一下你吃的时候这样来吃咯。OK， 还是讲你们可以放在啊，也是可以包来吃。我觉得不用了，你这样子就很好看了、啊。哇哇哇！线路非常卡，你 restart 一下啊。OK， 我们先洗锅一下。你试下出去再进来过啊 ，JB 没问题，没有故障，很顺啊。OK， 现在我们煮KL 啦，我觉得 KL 的问题啊。没有啊，你帮我拿水给我、啊啊。好漂亮。热水来，装一点热水给表弟。卡到阿妈都不认得了，秀梅，你出去再进来一次啊。啊 ，line is no good 啊 ，is Facebook problem 啊 ，Facebook 的问题啊。飞卡都是马来西亚了，注意登报纸啊，讲今天。摊贩啊 ，Facebook 摊贩啊。
OK， 来，我们进入我们第二道啊。来，很久没进来了，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呢、啊。谢谢你还想到我们呢、啊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迟到了，要看重播了，来。所以你们要准时哦，我们五点半了。你们点跟按这个，你们可以准备闹钟，没事啊，五点。啊，五点二十五分钟就最哦，五点半要到了。我们这里很卡，来，你试下出去再进来看一下。OK， 这个今天我们做了蟹黄鱼翅啊。刚才那蟹黄鱼翅的话呢，蟹黄鱼翅要蟹肉。蟹肉啊，但是我们不是蟹肉啊，我们就是在英国没有卡。这个味道不错了啊，你们可以如果去可以那里买一下。跟外面有没有分别？外面那种啊，那蟹肉很难吃的，那个我都很卡，不能看的、啊。等下你看这个是昨天。其实今天我呢是昨天的时候，表嫂之前有买一包哦，他昨天拿来炒饭哦，他昨天来炒饭吗？哇，我这哇一声，我说这个蟹柳这么好吃的。这个不是跟你外面的一般的那种？不是，一条条是这个是比较贵的蟹柳啊。哦 ，premium 啊 ，premium 对。啊，很卡。你们可以，如果真的你可以去看到。卡白蟹啊。哦，这个不错了。就在你买，你们去锅子里买啊。嗯。你看到这个不错。嗯。所以你打开来的话，这个 OK 还是一条一条的、啊，对，它还是有包一个纸在里面了。Hello, good evening, welcome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鱼翅啊，就是蟹黄鱼翅、啊。Light is OK in Sabah, thank you。我这鱼翅用了没有？啊，这鱼翅。我、哦、这里看得很清楚啊，香港的朋友，哎，你好，不要放肉啊，吃素也素食也可以，对，你可以选择，因为它这个叫蟹王啊，蟹王。OK， 这个蟹柳啊，我们就拿来的是你要切到像螃蟹肉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哎，真的很卡，卡到看不到东西呢。啊，这个是马来西亚的 Facebook 有问题啊。今天你如果你没有看报章，有偷出来啊。面子输汤饭了 今天面子输汤饭了，这咬下去就有一些口感了、哦、OK， 来，我们就是蟹柳肉啊，很卡，看不到，你重装呀 ，refresh 那个 page 啊。当然，这个很重要的是 JB 不会卡，一定要有风车粉哦，一定要风车粉哦。来，所以我们要打芡粉啊，这个马铃薯勾芡啊。How to order air fried beef?、Just now live bad.、I can't hear your response.、等一下晚点。你编我。你现好的时候、啊、你编表弟啊。编我。OK， 来，我们这是马铃薯粉的勾芡啊。你鸡蛋打两粒，打三粒。打几粒？两粒嘛。卡到没有看到，煮完一道菜、啊，煮了一道，很卡停了。Really want to give up 啊？排泄排泄 ，It's not our problem 啊 ，It's Facebook 啊。今天是面子书的问题啊，不是我们的问题啊。来，两粒蛋来，两粒鸡蛋啊，卡都看不到你们的用的材料啊。啊，新加坡没有影响到啦，外国也没有影响到啊。马来西亚的现有问题，今天马来西亚有问题啊。也要谢谢大家，质量卡都有过两件了、啊。WiFi 卡，哇 ，WiFi 卡要用 data， 你们是要用 data 看一下。表弟真的很准时啊，每天五点半就直播了。对啊，这种蟹柳会比较香， okay. 比较蟹的、啊。来，我们放香油爆香先啊。蟹柳你买多少，表弟？那多少钱啊，妈咪？找你，这水米龙啊。几多啊？七块多啊？四块多。四块多啊？冰城 OK 啊 ，I want to order beef 啊，啊 ，PM our place 啊，很卡看不到呢。OK， 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有 OK 的话，你就是把你酒单。OK， 那个汤汁料酒啊，然后我们加热水啊，热水多少？这里1.5L。1.5L 啊，1.2L的热水啊，1.2 WiFi 很卡，我也是用 data 看得清楚啊。这1.2，来1.2
公升的水啊，我们可以加一汤匙的料酒啊。桂花是放什么调味啊 ？OK， 我们就是简单，我们放蚝油啊。它是放一点盐、胡椒粉啊，还有鸡精粉啊、糖啊这样子啊。蚝油多少个？一汤匙半。一个汤匙半的蚝油啊。看不到了，卡住了，白水啊。脸书问题啊，脸书的问题啊。来，我们的蚝油一个汤匙半。这里1.2升的水啊。嗯。糖一茶匙，来白糖一个茶匙啊，沙劳叶不会卡，鸡精粉两茶匙，两茶匙的鸡精粉，多加薏米粒很好吃啊，都可以啊。酱青，一汤匙先，一个汤匙的酱青啊。与其卡到真的是看不到啊，少许的胡椒粉啊。今天的台牙卡卡又直直中断了，有蟹柳，来蟹柳，来我们的蟹柳啊，放入进去。很奇怪啊，表弟福建人啊，比较少客家的，为什么讲广东话？就是这样奇怪哦，他的孩子就讲华语啊。接着要煮到它浓稠啊。来，一汤匙半。酱油一汤匙半啊，改一下。Make sure you put the crab fin soup 啊 ，crab got no fin 啊。Vegetarian fin 啊。可以用高汤煮吗？哎，当然好，最好。可以啊。啊，我们有高汤，我就用鸡精啊，鸡精粉啊。表弟煮给我多讲广东啊，表弟广东话不顶啊。今天表弟煮菜的方式为难为的比较少的清理工作、啊、还 OK 了。来放什么？1/4茶匙的盐。来1/4茶匙的盐啊。啊，排血了，今天卡。啊，你们全部打疫苗吗？我们全部打了3支针了啦。我们这里全部打了3支针。不是，没打没啊，没了好像没打，没了不懂哎。OK， 如果你打锅芡的话，你要小心哦。你可以关最小火的时候。你不要给它，就说一滚上来的时候，小火的时候啊，你怕，因为你不会推啊，怕等下去太浓稠了嘛，所以你就是不要大火啊，不要大火，不要开大火啊，或者细火啊，慢慢勾芡，来打芡字啊，给浓稠一点。关几次打不用紧了。如果你的那个蟹柳啊，如果够碎的话。啊，但是外面煮的蟹柳是真材实料蟹啊，蟹肉啊。对。Said my father Hokkien 啊 ，my mother is Teochew 啊 ，but both speak Cantonese 啊。没有，以前我是做餐厅的嘛，我们做餐厅的话呢，习惯讲公共话，讲广东话了。需要放鸡丝吗？啊，我们这个、可以，你可以放下去鸡丝都可以的。啊，其实这个只要煮到一个根啊。那么你就要我们给大家参考啦。嗯，而且今天卡的话，你们再看重播啊。好，就是它慢慢的，它给它一个粘稠啊，还是不够嘞。我们再来打芡。嗯。一次要煮到像一个根这样啊，粘稠。Hello， 下午好啊，谢谢支持啊。Hello， Mickey and 表弟 ，Can we use the sweet potato flour to thickening？ 可以不可以用那个番薯粉？
我们餐厅很少用这款豆腐。We never use before. OK, 可以，你如果打勾芡是可以啊。You can try 啊。So, 非常建议你用马铃薯粉啊，或者豆腐啊。所以今天很多直播不能看啊，很卡，是因为今天的面子书的问题啊。Use water chestnut powder and the soup. Soup after cold, you not turn watery. 这个 potato fry 也是一样啊，它冷的时候也不会变水啊。来继续打芡啊，加香菇鸡肉更好吃啊，都行，都可以。这个是表弟，你的刺没有放，刺是后尾放上面的啦。等一下你看啊，还是放在上面的。OK, 我们现在倒了这鸡蛋丝。这里两粒蛋啊，两粒鸡蛋打散啊。来，像我们去喝酒席的那个样子出来啊，香不香啊？哎，我可以以鸡肉粉啊。给两粒蛋液打完哈，耶 ，nice， 放点油啊，它就会有色泽。要保护鱼翅啊，要保护啥鱼啊？没有，不可以吃鱼翅啊。我们是素食鱼翅来的啊。OK， 我们放我们的素食鱼翅下去啊。刚才是放那个料酒啊，料酒一个汤匙啊。你看我们的素鱼翅在上面呢、啊。还要垫底，怎么不要倒下去才放上面呢？哇，路很差，看不到啊！加色酒一流啊，你很会吃、欸。你要加那种醋啊，或者是那种腌制的青辣椒啊，也是好吃啊。你们可以配青辣椒、老抽啊，也可以啊。开小火，对，勾芡的时候啊，开小火啊。但是他打蛋液的时候也是开小火噻，所以我们先给大家的就是素食版的鱼翅啊，说我们这个是蟹王鱼翅啊，当然你可以用真实版的鱼翅啊都行啊，然后我们就是桂花炒翅啊，你看的翅啊，虽然是假的，但是有点象征的啊，来可以换笋丝吗？可以啊。可以，哪里买素食鱼翅？我们在果实地有卖啊，一般的霸气市场有卖啊，我相信素食店也是有卖的啊，你可以去问一下啊，尤其新年啊，靠近新年啊，一定会有卖的、啊、这东西。来 ，Mickey 一直耐心的讲解啊，至少听了20次啊，Facebook 宕机啊，对，因为抱歉啊，我也希望线好啊，因为今天下午哦，他。网线进步到的时候，我就担心今天这种直播会不会顺利啊？来，表弟，请弄一个 live video BDI air fryer 啊，16种功能的用法，先卸了先，可以啊，我会跟他们讲一声啊，叫他们用12种功能啊，这样录制一个 video 给大家看啊。来，我们就是来放盐丝啊，可以啊，可以放点盐丝啊。哎呦，这个是来儿子先吃先。哎，你应该放醋啊，没有放啊。你看，我先吃先啊。好嘞，哇，厉害哦喂！啊，像好吃，很像啊，像酒楼菜。酒楼菜呢？我们吃酒席的第二道菜啊，一模一样啊，你都分不清是真刺还是假刺啊。来，请问那个素鱼翅要先煮再先煮熟先吗？不用啊，还是浸泡啊，浸泡啊，然后你直接放下去啊，洗清洁它就可以了。OK， 然后我们的桂花翅啊，哎，你这个真是西北多功啊，这个你们要试哎，你们如果要吃素的啊，吃素的朋友啊，你把蟹柳肉拿掉啦，你不要放蟹柳肉啦，你喜欢啊，这样子吃我都觉得很好吃啊，很满意啊， okay， 真的很满意啊。这是我们的，其实我可以炒上来啊，一点点哈、啊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嘞？这个是、就是这样的是，呀、yeah, ，你可以放醋啊。表弟一定要包着来吃啊，他包着来吃。包着吃。越煮包着，越闷着，看没
你的蟹肉哪里买？因为这让我比较爽拿了，因为他昨天我吃了，本来我是要去找，我真的是要去买螃蟹肉了。杨总，你哪里买啊？后来昨天他就是用那个蟹柳煮上煮那炒饭，哎呦，这个蟹柳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蟹柳，我就决定用蟹柳来煮。表嫂讲在日本的什么牌子啊？你问那东西更出血。卖日本店的就可以，日本的卖的啦、嗯。但是你们不一定要剥肉啦，我觉得最重要啊，你要会调味勾芡啊，勾到它的那个字的浓稠啊、嗯，就很好吃啊、哦，那口感一流啊。前面素食菜啊，哪里有得买？锅市里有卖，或者是素食店啊。好、嗯。嗯，有金牙了，哎呀、嗯！来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啊！我们没有上汤啊，用两个茶匙的鸡精粉。跟 show the packet blends、嗯、来，表嫂拿你的那个来 ，give me some， 给一点时间啊，来 ，family 啊 ，family 妈买的是啊 ，family 妈啊 ，family 妈买，你要给大家看那个 packet 先，呀 ，family 妈，有人讲啊 ，family 妈可以吃，很甜，直接可以吃啊，嗯 ，OK，family 妈啊。Okay. Screenshot like 3, 2, 1, 来 ，Thank you. 他直接可以打开一次啊。Okay, 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support us. Okay, very nice. Okay. 所以我现在献给的就是蟹王啊，鱼翅，还有一个桂花炒翅啊。Okay, 谢谢大家。所以我们明天见啦。明天，今天我是本来是要煮这个太快了，如果煮这一道话、这个我就想到太快了、既然有一次嘛，我就拿一点来做一个桂花吃。其实你喜欢的话，你不一定要新年才吃的、平常日都可以吃的，我觉得都很好吃啊、OK， 谢谢大家 ，So、我们明天见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明天煮帽，哎，明天煮帽，海参，海参猪脚、几乎每一天都有海参呢、吃到腻。海参够面的话，就煮海参猪脚 看来我明天要煮帽、OK， 来 ，OK， 感谢大家 ，OK， 拜拜，5:30，准时见，拜。